区确认眼神，交俾集田。等埋二档确认眼神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三场赛事，1650米大热，暂时显示系三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咧，前面快闸嘅马见到就中间位置大众开心啦，响佢出边电信巴打啦，埋边咧咁啊橙色帽进占第二位嘅马确认眼神啦。内栏第四位黄衫黄帽系幸福至上啊，咁啊后边嘅三匹马啦，好好心得啦，尾二嘅位置起进区啊，暂时殿后橙色衫系俏芳华嚟噶。转呢个满贯弯嘅时候咧，前面放头嘅马咧就系嗰只电信巴打啦，佢系放咗出嚟接嚟咗大约一个身位度啦。第二位系确认眼神啊。第三位是大众开心，内栏第四黄衫黄帽幸福至上啊，后面三匹马好好心得，俏芳华咧就赶过咗嗰只咧黄衫黄帽嘅起进区嘅，开始跑对面直路咯。前面放头嘅马匹咧都仲系嗰只电信巴打嚟噶，咁啊见到确认眼神咧移咗出去外搭，跟住二搭嘅望空嘅第二位啦，第三位嘅马有大众开心啊，埋边第四位咧仲有呢只幸福至上啦，再后面嗰三匹马好好心得。俏芳华包咗落尾嘅马外边开始慢慢比下啦，就系嗰只起进区嚟嘅。好啦，接近呢个600米断柱啦，次序上冇喐过嘅。电信巴打确认眼神，大众开心，幸福至上，好好心得。出边踩油咧就嗰只起进区啊，内栏包尾橙衫咧咁啊蚀位，系嗰只咧俏芳华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嘅时候啦，电信巴打接嚟一个身位入嚟，第二位有确认眼神啊，外边啊大众开心，见到最出系起进区，偷入边上，幸福至上，马林后边橙衫嗰只俏芳华，最后二百电信巴打埋边，外边大众开心，两马中间夹住，仲有呢个确认眼神埋边追上嚟，仲幸福至上，最后一百外边大众开心斗紧中间橙色帽嘅确认眼神，叮当码头之下外边系大众开心咧，一路压住咗呢只确认眼神啦，好接近嘅第三名电信巴打，第四名系嗰只幸福至上啊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大众开心咁啊一路压住咗埋边嗰只确认眼神。咁啊，都叫做影相啦。第三名嘅马咧，系嗰只电信巴打，第四幸福至上。六号大众开心，临尾落飞啊，五倍啊，罗富全起码其实系巴度啊。第二名咧，潘顿三号确认眼神啦。第三名一号电信巴打梁家俊，第四名咧就五号幸福至上啊，何泽尧。犀利啊！跑咗三场赛事啊，连马斯罗富全都起马啦，巴度咁啊，大众开心啊，六号马最后落飞得手啊。嗱，睇下啲預計派彩，跑第一名係六號嘅大眾開心，獨贏派50.5，位置派18.5；跑第二名係三號嘅確認眼神，位置派15.5；跑第三名係一號嘅電信巴打，位置派24蚊；跑第四名就係五號嘅幸福至上。
连赢三搭六派111元。二重彩六号、三号顺序派301元。三重彩六号、三号、一号顺序派1941元。单贴筹派340元。位置圈三搭六派38.5，一搭六派78元，一搭三派70.5。睇張相啊，咁啊，樂富全又贏啊，姚本輝啊，大眾開心。咁啊，條 Q 都攞多飛啊，咪時間啊，頭先三班個組仲快啲添喎，合咗精神。呢場1分39.49。犀利啊，樂富全。咁啊，開場時都仲話係個 win 嘅數量係一樣啊。咁不過佢都係領先嘅，因為亞軍比較多，而家就即刻贏咗兩 win 添啊，跑咗三場。咁啊，睇下蔡玉涵今晚會唔會好快反擊啦？兩 win 睇到仲係好似邊線馬添嘅。係咧，睇下個三揀一先啊，又係 A 三啊，咁啊，預計就派39元。快極都要等下場冇馬啊，因為嚟緊呢場冇啊。係啊，蔡玉涵開咗三場 A 三啦噃。哇！有啲六保開 A 三，今晚都幾難搞喎。咁啊，睇下四連環，一號、三號、五號、六號派249元。四重彩，六號、三號、一號、五號順序派6778元。好啦，巡邏影片睇翻啊。起步大家都算出得幾順嘅，咁啊步速都比較慢啲啦。咁啊見到外檔嘅電信巴打咧，略為鬆幾步咧，佢已經好快埋到欄放噶啦。潘頓就守住第二位確認眼神啦，頭馬第三就係大眾開心啦，貼欄第四幸福至上出咗嚟呢四隻咧，翻到嚟就係呢四隻啦。咁啊不過鬥落去咧，有啲副榜差距，咁啊結果大眾開心咧就贏得到前面啲重榜馬。第五位好好心得尾二位置俏芳華嘅，咁啊包咗尾咧就起進區嘅。咁啊，初前谂住都有三隻快馬，點會諗到跑六咁鬼慢嘅？咁啊，頭兩段加埋慢咗秒半，都真係慢得好誇張。咁啊，所以甩後嗰啲起進區難嘅啦，呢啲嚇你一壓唔住頭嗰四個好位咧，你都真係好難跑，因為步速實在太慢。咁啊，確認眼神就呢啲位都冇辦法啦，因為有隻馬快過佢電信巴打，咁啊電信巴打跑啱曬嘅，咁啊賺完翻嚟叫頂翻個批。咁啊，大眾開心都算唔錯喎，今日放唔出，咁啊咬住啲三四位，咁啊入咗六期落去啦，都好反應衝出嚟爆贏添啊，都真係冇乜幾可嘅。咁啊，其他就入邊幸福至上，咁啊其實你見到落身啦，都走咗上嚟都唔舒適嘅，咁啊就係頭依四隻先入嚟，就依四隻先過終點咯，因為步速慢嘅關係啦。咁啊包尾嗰三隻，咁啊騎落去。嗰只起進區真係零射特別弱啲啊！今日唔知點解啊！就算你話步速慢咧，佢都起碼追兩步追唔切啫，都有得追啊！但係你見莫雷真係噼里啪啦打咗幾鞭重嘅，都完全冇反應。你諗下，連隔離嗰只好好心粒都衝唔贏嘅，咁啊睇下宋檢會唔會見到啲咩健康問題啦？第三場賽事都覆榜完畢。位置轎派彩三搭六派38.5，一搭六派78元，一搭三派70.5。三揀一派彩，勝出咗入係 A3， 其他冷門派39元。二重彩六號、三號順序派301元。四連環一號、三號、五號、六號派249元。四重彩六號、三號、一號、五號順序派6778元。孖寶頭關十號尾關六號派1556元，頭關十號尾關三號派152元。分段時間：頭段18:53，第段24:58，第三段23:56，末段22:82。賽事完成時間1分39.49。